风华再现一代佳人特别企划。我们热烈掌声欢迎风华再现的一代佳人胖兰花小姐。哎呦，小哥你好，飞哥你好。胖兰花，一位久违艺坛的以歌双栖艺人，近几年来他在传销的领域中开创了事业的另一片天地。然而胖兰花并没有忘形于歌唱，一代佳人的翩翩风采将在龙虎作为王中再现风华。除了专辑以外呢，他的这个事业做得很好，转型也很好啊。那么接下来看看他在家里面的生活怎么样了，会不会炒菜？哎呦，怎么每次问到我这个缺点呢？我实在是哦，也真的没有很多的时间做菜。不过偶尔呢，我会为了我的儿子啊，哎呦，我去学一学一些比较适合也他喜欢吃的东西。啊，也是也是我喜欢吃的东西。今天我们准备的一样。哦，是吗？哦。首先我们把这条鱼啊先切啊，划几刀。划几刀呢？用意在。用意是等一下哈，可以放一些这个材料进去啊。哦，要吃味道。要吃这个味道。之后呢，那我们就可以放一些盐呐，好，还有酒啊，好，来泡一泡，让它有一些味道在上面。好，我感觉好像帮它敷脸一样。再来就放点酒啊，来一点酒了。OK， 酒的作用是啊，这水费是没有交是吧？啊？怎么没水啊？啊，这是道具还是？然后呢？啊，两面。两面呢，有一点酒的味道。小心手不要被那个鱼的旁边那个刺到。现在呢，我们这个姜，为什么要用姜呢？也可以去一些腥味哦。也是去腥。我们先把这个不好的拿掉。慢一点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我们先摆到这里，给它去一去啊。哎呦，然后鱼还要敷面啊？对，要敷脸呐。你不知道，习惯给人家敷脸的，自己也敷脸，所以呢，好了。哦，这材料啊，你要放在旁边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油这样倒上去是吧？没有，没那么简单。咦，那为什么你葱这样子摆上去有什么意义呢 ？OK， 哦，然后呢，好，我看看啊，我们的油啊，好，好，我怎么样来试它行不行？哦，差不多了。哟，用筷子试油啊？可以看嘛，你看有一点泡泡出来，表示这个火差不多了嘛。这样啊，油够辣了。嗯。要笑，好。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要炸，对不对？要炸，要炸这个鱼，对不对？好，炸的之前呢，你现在肯定了没有？确定了。我确定了，怎么样？不是，你心里面想的不一定要，你在模拟的不一定要说出来的。OK， 要炸鱼，对不对？要炸鱼，对不对？讲，我们炸这条，你已经透露出你的那种质疑啊。炸鱼之前呢，我们先用麦克风，不要放太近了。两只。哦，好像在被访问的不太舒服。这里有个地瓜的这个粉啊，地瓜粉。那么，其实我刚刚摆的上面就是等一下它的佐料而已。那现在我们把这个鱼呢，先沾沾两边 ，OK。哇，哎，这黄鸡母，好像敷了美肤粉一样。哦，你知道我就是又让你想起你的这个化妆事业。每部分是可以拉皮的 ，OK。哦，好，真的这样子哦，那我们就可以手不要一起下去了哈，小心，小心哦，不要太近哦。哇，厉害，小心手。哇，真的，火要不要小一点？要小一点，小心点哦，小一点，小火。然后要炸到有一点黄黄的、金黄色的哦。你为什么一直要翻它？翻来翻去啊。哦，不用，因为你的油如果有超过它，就不用翻了。啊，这个瞎了。大家有没有听到？有听到啊。OK。他叫我 shut up， 还叫我闭嘴。那我们就把鱼捞出来。好。OK。好。要不要再炸一下？好，你帮忙吧。好。你觉得要不要再炸一下？应该再可以了，差不多了。好。可以吗？好。确定可以了，可以了啦，反正等一下是你吃的。哎呦，啊，等一下确定是我吃的，对对对，那我建议再炸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可不可以建议，而且建议不要再翻了。哎呦，确定是我吃的，那麻烦再炸一下。掉眼泪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做下边的动作。哇，这个就厉害了。我们放点油，沙拉油，沙拉油，
不知道现在上节目都要会做菜的。然后呢，要一些材料，这些比较有香味的材料，比如说我们这有大蒜啊，还有这个姜，还有葱啊，我们先爆一爆，要爆一下，对，哦，也要爆的啊。所以呢，我先呢，够热就可以了，够热。哦，哎，这不是要用筷子去试一试吗？不用了，这不用啊，OK， 然后再放一些葱，很香吧？哎，好香啊，有没有一个味道出来了？很香吧？有，蒜的香味，不错吧？啊，好，差不多爆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放一些佐料。好，这个是番茄汁，放大概三瓢，三勺子。OK， 看你自己喜欢。如果你喜欢酸一点啊，葱的由你做决定。上火太大了，不是盖，请你帮我。火再缩小一点。OK， 然后接着呢，我们还有放一些什么呢？我们放糖。糖，糖重要。糖，放一点糖。喜欢甜一点的呢，你放多一点的。然后啊，还是要放一点盐嘛。还是要一点。一点点就好了。OK， 好。然后最后我们再放水。水。你喜欢很酸对不对？好，本来就要放这个一匙，我给你放个五大匙。啊，五。差不多了，我们都要量一下这个。OK。啊，这是醋吗？哎，对。你放刚刚放过没有？没有放过。没放过啊。最后呢，我们就放这个勾芡。啊，勾芡。挖一点看看哦，它这个稠度够不够，对不对？我想差不多了。之后呢，我们就把，你要放在盘子上哦。哎呦，还有哇，麻烦你了。哦，盘子在下面。好，然后把这个菜啊，豌豆啊，还有笋子啊，还有红萝卜哦，稍微炒一炒。各种颜色的。哇，红的、白的、绿的，哇。还有音乐衬底啊，哎，真的香味四溢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看到水不太够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再加一点点。哇，现在发现水不太够了呀。OK， 然后呢？烫哦，烫哦。OK， 好。哎呦，再铺好刚才切的姜片。两个就好了。好，两片。你炒菜还有看大字报的？炒菜还有看大字报的，好，他刚刚还是这样，时间不够了，对不对？哇，那淋在这个鱼身上，对，哇，这个厉害了，你真是不错哎，样子出来了，糖醋鱼 ，OK， 掌声鼓励一下，哦。还没完成啊，还没有完成。我的葱怎么不见了？葱刚切的上，在这里是吧？啊，葱。哇塞，你眼睛还有一点问题啊！哎呦，这个岁数了，你眼睛能要求它怎么样嘛 ？OK。哎呀，哇，拍拍手，拍拍手。哇。哦。好，刚才在炒菜当中一直在伴奏的那个孔锵，通常都是他先来试一口。如果没有毒了，我才会继续吃下去啊！孔锵介绍唐兰花小姐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久仰大名了，耶！你只要逮到机会，他就要耍个宝。不好吃也说好吃啊？什么不好吃也要说好吃？你都不知道很烫，很烫。好热，真的吗？真的。你们现在都不知道到底这个菜名叫什么，你都不知道。这个糖醋排骨啊，不是，家人糖醋鱼。哎呦，对呀，要加一点豆子吗？随便你啊，沾一点汁。吃起来好像鱼啊。我也试试看。他自己也开始，你开始怀疑你自己了。我觉得哈，他们吃完之后比较放心一点，所以，还真不错呢，真的不错，真不错呢。这个叫家人糖醋鱼，从这边我们看出来了，其实汤小姐她的确
这些有很多小细节，我们发现他这个的确对于炒菜这方面也啊，可以说蛮深入到底。掌声欢迎一下啊！飞哥小哥与比利尬无深藏不露超经典。哎，脖子还往前面。啊，现在还要加动作。哎呀，对对。哎呀。